笑っちゃうよ。引っ越したら金のことを高くできないしかも武道館のように具合悪くなって バカだよとかバカじゃん。近くに住んでて武道館行けないとか言って笑えるよ。漫画だぞと思っちゃったの。そうだね。本当だよね。あ、行きましょうか。行きましょう行きましょう。うん、もういいもういい。ありがとうね。うん、いや、とんでもないとんでもない。なんでなんで。うん、いいんだよ、全然。那个时候那一段就回忆不好。
有的阿三子就赔钱了，就是我们已经签约好了，然后生产交货要三个月左右，然后那个在一段时间就输到日本就会流行，然后在我们开游戏然后就台湾说的对对对，像他这样太快，电动是没关系，太快，20%。对呀、啊，我刚来的时候是8.8点3%的回购的，现在就变成6了，6.0。在这里打工又浪费，以前还真的高。刚开始的时候，我来的时候还是要花钱的时候，我是大高价买来的日元。对对对，存钱存多一点。怎么做的？为什么要选择？为什么？